10月8号，我到龙社宫，正好遇到有外地的香客要来接人龙社宫进香，这是一个进香的仪式，我把影片拍摄下来，提供给大家看看。
当进香仪式结束之后，这些一起过来的这些进香人员呢，就会在这附近逛逛。那正好仁寿宫这边呢，遇到一年一次的来来市集，正好这一天呢在这边举办，那这些进香人员呢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市集，逛了一下时间。那一般进香完后呢，那个神明会进去聊聊天之后，还要再重新回归，那看看神明他们聊好了，聊好然后还会一个进香完后的一个仪式，之后这些从其他庙宇过来的工作人员以及进香人员才会离开仁寿宫，这是台湾蛮传统习俗的一种进香仪式。以上是 DJ 阿周在仁寿宫前所拍摄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个赞，顺便开启小铃铛，还有以及订阅，谢谢您，我们后会有期。